好像是说他没有办法要求周玉蔻不要讲话，会不会觉得说现在陈时中他要切割也没办法切割？我不早早就跟你讲过，用网军跟名嘴治国一定会遭到报应哦。你以前用他来咬人家，我看觉得很爽，哎。现在这个不控制、不受控的，你怎么？你现在怎么办？而且不但不受控，还倒过来咬你啊！他在讲这种话会被，反正也会被咬的。我猜测会这样。但是有人认为说，这样周玉蔻这样的发言是借机拉抬了蓝绿对决，反而会带走黄珊珊的票。您有这样感觉？我倒觉得是这样的哦。其实老实讲，这个蛮就蛮，其实我们台湾社会不正常的地方，就是说，其实这根本就不应该发生，你知道，每天这样博版面啊、博声量，实在是，其实大家现在的心情就是那个叫什么吃瓜群众，是每个都在看好戏。不是，你怎么看？昨天，但陈时中早上还是反驳说，他跟周玉蔻这是不当连结。另外，周玉蔻的外溢效应，你自己解析会不会影响台北市的选情？哦，会影响全台湾的选情。第一个，你们。有本事，现在民进党就切割周玉蔻，就说他的发言不当，哇！由民进党中央党部看得出来讲了，他发言不当，我们谴责他。不然现在怎么办？绑在一起嘛。我们昨天每天讲这个，我看那个网络那梗都会笑死了，什么跳投陈时中就是支持周玉蔻，哎，我才讲完，周玉蔻自己跳出来讲跳投沈蔚红就是支持周玉蔻，好啊，再多喊几个，看跳投叉叉叉就是支持周玉蔻。以后每个县市那个选举只要贴这个就可以了。所以，市长，你觉得他这样子会造成民进党一失几命？恩恩属于恩。